如果内心不容易修行，不容易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咱将会感觉到愈来愈有困难，愈会当开发本来的佛性潜能。释迦世尊曾经讲过，有两种人是伊真正的弟子。第一种人为身口意，拢不再做恶业，是伊真正的弟子。第二种人虽然有缘做恶做唔对，但伊会当随时改过、加忏悔，嘛是伊真正的弟子。试看卖啊，放下偶见，才会当有进步甲突破的空间。菩萨是什么？就是放下自我，承担众生。自我是生死轮回的根本，更是使咱无法度解脱的主因。你放下自我，就是解开上根本的枷锁，超脱对立和烦恼，完全的解脱。Thank you.
放下自我了后，菩萨会更加进一步利益众生。对菩萨来讲，自他是不可分的一体，因而普生大悲之心。美的果实，究竟的快乐来自于对自法的放下，无执着，无包袱。就是因为放下，才有得到的果实。无经历过痛苦，安怎会有相对的幸福？所以无论当下如何艰难，或者修行的过程遐尼啊辛苦，拢应该庆幸会当经历这段过程，因为甜蜜的果实已经离咱无远啊。山河大地皆有情，发心护持殊胜行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？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我们是山，我们是蓝天，我们是牛，我们是阳光，生命是一体的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，所有的有情包括山河大地跟我们都是一体的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，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阿弥陀佛。话拨正好，
1996-5232 1996-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如果琢磨了怎么办？最难就这个。如果他愿意相信别人给他的建议，都还有救。但是往往魔的力量超过了就没办法啊。所以就像我们有一个师姐，有时候会叫来叫去的啊，骂的很可怜。他有时候不是他的意思，他身上有魔鬼啊，然后会生气啊。但是他又喜欢人家注意他。一个人琢磨有一个特色，他就是喜欢人家注意他，跟人家行为有点怪异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分析你自己有没有怪异啊？如果别人东你要西，别人拜你要站起来，这就你琢磨了啊！你要很小心哦啊！所以你要观察自己的身语，不要跟人家不一样啊！所以佛教讲和谐空气，你硬要跟人家不一样，表现自己。凸显自己啊，那你就有一点琢磨了。那有些琢磨是贪财啊，有些好色啊，啊，有些打人骂人，像躁郁一样啊，忧郁症都是琢磨了啊。所以这些，但是大部分也跟祖先有关系。如果你的祖先有琢磨的躁郁症死了，那你就有躁郁症啊。所以因为他讨你的祖先的债，你没还完，祖先死了，他找子孙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琢磨就是要忏悔。那当然，佛教里面像愤怒莲师心咒，它很强啊，或者狮吼观世音菩萨咒，它很强的，所以对这些有帮助。但是就是说，念的人动机要正确，要有一些太强的还不能念出声。但是基本上，这个被念的人如果要改变，他要接受，他如果不接受就没办法。啊，当然外在的力量有一点力量，但是如果知道对方琢磨了，你很多是因为他的念头，这个魔内神通外魔，你内心没有这个不对的想法，魔就不进来。你有一个贪念，贪魔就找你；你有欲望，欲魔就找你。所以我想，佛教讲究竟来讲，就是空性超越一切。但是有些人已经琢磨了，他怎么可能有空性呢？啊，所以就靠外力帮助他。所以这个外力就给他一些助缘，比如说你可以帮他回向、超度、修除障法这些。但是你最好这个人琢磨了，你还先认定说他身上有一个让他琢磨的亡魂，先这样认定。然后这个亡魂你要跟他做功德啊，安慰他，对不对？慢慢让他心甘情愿啊，超度啊，还有可能。